关大叔咩事？做咩啊？接受唔到佢啲缺点啊？放弃咯！大叔，都话唔关大叔事。大叔，喂，大叔，大叔，大叔，我哋讲清楚佢。我唔知你想讲咩喎？你想追阿田系咪？又饭盒又剩咁，你知唔知搞到阿田好唔自在，好惊噶？真系噶？唔会，完全唔会，冇。 你系个老细，你煮咩佢都要食噶啦，你根本就唔了解佢，你系冇可能同佢喺埋一齐啊！我同阿田关你咩事？因为我中意阿田，你咪使自己抢走佢啊！啊！收嘅。 喂，你唔反击嘅咩？反击未啊？日日煮饭俾佢食，喂饱佢嗰个系我啊！你一餐半餐算得系咩？你唔知啊？系啊，我哋同居噶。同居？喂喂喂，同屋住啫。同居。 我同阿田识咗十，至今咁嘲笑咩？长唔系大晒啊，识一个人要讲深度。我有阿田，连头发都未识，之后佢到而家着件西装，黐毛黐样，都系因为我咋。好啦，大家有人少计啦，唔好嘈啦吓，算啦，你唔系阿田，你送唔到阿田十几多件？送唔到咧，送俾你听。 阿田嘅发型好睇，佢唔怕蚀底，搭车会让位。佢份人又天真又傻，但系做嘢唔会屙过。佢仲中意帮阿婆，佢喺公司系开心果。佢白白净个冇大病，佢又中意玩电话，擘大个口 ，Q 到啊，令人想咬佢一口。讲优点容易啊，你讲到佢缺点，呢啲先叫做真爱。 做咩？你数唔到，我数到啦。佢优柔寡断，闹钟响咗唔识起身，生活白痴，唔识洗衫，唔识煮饭，唔识洗碗，唔会执屋，中意趴喺度瞓，唔识找钱，落街中意着拖鞋，翻到屋企衫都唔换就即刻搭上床。不过有咁多缺点嘅咩？你嗰啲咩啊 ？Q 到想咬人一口，根本就唔了解佢。 大叔，你乱讲，阿杰跟佢哋，唔系关大叔咩事？做咩啊？接受唔到佢啲缺点啊？放弃咯，大叔，都话唔关大叔事。大叔，喂喂喂，喂，兄弟，大叔，喂，兄弟，大叔，兄弟，大叔，兄弟，大叔，你哋有问我中意啲咩啊？我净系中意大波妹啊！咋？